子升起来会多久？大概十几分钟。第一次看难免好奇，多问几句。全台唯一可升降土地公庙就在台北士林三角渡。因为我们本来就有阶梯在那里，所以它不是升到二楼层。不含底座，天德宫长高到二楼左右，下方空间大约还有160多公分。海葵虽然没往北台湾铺，但庙方一号傍晚就先因应提早防台。甲水利的水利局啊，吼，因的门间就调开啊。因为物件拢吊吊起来，啊，阮就算讲是怎个升起来，无是在是还阁免升啦。以前跟着路景预报走，现在倾向庙方人员自行判断，没有特定升降标准。海葵不断往南修，天德宫也算是超前部署。加上七月底的杜苏芮，八月初还有卡努，这次已经是今年第三度升空。啊，一个接一个啊，接力啊，只要是有台风来，它就会升起来啊，要不然它不淹水啊，它还是会怕它暴涨嘛。河水暴涨，升上去没关系啊，没有再升下来的。宝贝嘛无效啦，一定要升的嘛。点庙啊，讲啊，甲神明讲啊，讲啊，都升个风台要来啊，不该升起啊。跟土地公报备，台风季频繁升降，没办法，只能让它暂时离地，免得道观泡水一身湿。三立新闻李文胜、邓家轩台北报道。